我的心内有签的话刷不下。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支持萧煌奇的新专辑，但是我觉得音乐呢就是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。那我也觉得说能够快乐唱歌，小兵都说你哪家爱唱哈、啊，那可是提着麦克风都被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。我就是爱唱歌，我就觉得说唱歌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运动。然后呢，能够唱歌就是一种幸福，因为可以把幸福跟感动分享给每一个人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然后所以呢，我继续要来唱这首歌，在这个新专辑的这首比较，我想呢每个人遇到感情都会有一些这个挫创伤，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感情的失和，好不好？不是失掉哈、哦。好了，你不要一直讲话。一直讲话我会打乱我的这个，我耳朵可以听到50公尺以外的声音，所以你不能一直讲话。在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你要安静的听，好不好？学生们听懂没？好，接下来唱这首歌，有正在这个失恋的朋友，或者说为了感情呢一直跳不开的人，听听这首歌，我觉得你应该会跳开吧。来，心内有针。亲像最后一班咱赶袂赴的火车，只有花光寂寞看落地涂骹。伊讲拢是我误会，不是你变卦。本来就无爱，只有会使人着心痛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心内有针，心内有针，现场朋友再次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这舞台比较。